不是这版本土法哦，这版本土法很强，比上版本强。如果这场再输啊，就改成塞牌型了。我好想打皮喵啊，怎么办？好想揍哦，皮喵揍起来！今天打皮喵运气好，他三四五都空过。他不是应该要一费的时候就丢出定要你打吗？我遇到的都是会这样。为什么你遇到的跟我不一样？这点有什么问题？这踢很重要哎、欸，先拿。现在雨风叔叔真的不能用，真的太伤了。什么东西要用什么东西？土法哦，土法应该有踢二哦。虽然我没有玩，但我觉得他有踢二。T 二的强度，你要想到他就跟耶拉一样，哎，这样很强了。为什么？哦，没事，我想想要是非，大头，换掉。我觉得。打现在打吸血鬼最讨厌就是你一直抢血没用，他一个盒就回来了，恶心。前退吃素不用自己数后补上去吗？后补上去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你就自己算加上去啊，总和有18只就可以换了。昨天很像有人可以换，但是我忘记了。昨天那个时候跟我换的人呢？哦，这张蜜月可能要打掉哦。反正他等等是禁武嘛。其实我是不懂为什么他这回的牌，如果他在五费的时候拍，我觉得我压力超大，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要不要解掉他。哦，他还是下一回合就是涅雷亚的感觉，他一脸就告诉我说我要涅雷亚咯，我要涅雷亚咯，等着看画来必杀来啊，来啊，来换啊，至少必杀换必杀，只是有一张水源魔兽很讨厌而已。嗯？不可能死了吧？五而已，把光环呼唤掉。那我这样有个空档可以下前攻，我觉得对他对我来讲不错。这版本打得好累，这版本好多机械吸血鬼啊、哦！都还在用诺因的进化解，轻功真低，不是我要黑他。你看我这就算降你的一费好了，我的防御型一费，呵呵，我强制爆能、欸，到四费前，我要压到只剩一费的时候才可以拍。我发现我最近大概就有空上来看几十分钟，但是刚好都被叔叔剪进精华的片段，所以我运气真的很好。怎么反问那个问题的？你说怎么反问那个什么意思？怎么反问那个问题的？什么意思？你说为什么我突然想要反问吗？好奇呀、啊。那好久之前哦。那尼可嘞？你就要先踢吗？先抽一张。马格利多加亚多，解放，解放！现在抽超多张，不管了。
続くとしよう。では突撃を試す。想太久了，我就跑去对方面前问你说你是腐女吗？对啊，我当天就是真的，我遇到人遇到逢人就问说，哎，你是腐女吗？羞耻不累，对别人羞耻不累。站着效果先触发，说好的 A O E， 然后垫在头上呢？叔叔，我需要您的牌组，好啊，好啊。哇，他把木诺喝掉了，全喝。对，我应该什么大象啊，狙击手都带好了。变成一只控制吸血鬼，可以给我你未改之前那一套吗？未改之前，那时候啊，你说现在这一套之前又塞的那一种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只能冲了，没有那种想法了，我只能冲了。看一下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一。三四对啊，对面六五五是什么东西的？アーティファクトが語ってくれる。邪魔しないで。起動します。夢を見せてあげる。トウ。下一回用这张收头吗？四个进化八点，不行，我真的觉得他那个完全 counter 我，哎，太贱了吧！那你他有一张哎、欸欸、如果我这张是两拳那张就好了。哇，他还能捡，太恶心了吧。而且还会强制爆冷呢、欸！还有我在乱点，不应该先点的。少活一只一。嗯，应该打是女帝才对。啊呀！花凤，你应该要的是造物吧？应该还是吸血。哇、wow、哦，欸，有一张可以救我，来吧，踢几手，不会愧对我放满他，来吧，踢几手，踢。
雷射笔也可以，上把雷射笔。我赢了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